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乐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！今天听说要去动物们的 party 家，好开心哦！听说有好多礼物哦，好想知道是什么哟。对啊，我好开心哦！恭喜爸爸，爸爸！哇，有好多礼物哦，好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哟。Yes， 好开心哦，好想猜哟。我们看什么礼物？那姐姐们，现在拿一个来选一个来猜。好啊，我想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洗澡的，你们大家看。换你了，选一个礼物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就像这样子这么可爱。
橡皮筋包着卷起来的浅浅。选进了什么玩具呢？小朋友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小朋友，大家下次见哦。大家。